乐乐，你可以请乐乐到你我们家玩吗？我们公司都没有人，只有你们两个，要不要？什么？要不要请乐乐到我们公司玩？他本来就要到我们公司玩。真的？那请上车吧。不用啊，我自己走过去啊，可以要比较久。那东西给我拿好不好？不用啊，我自己走啊。好，拜拜。但是公司没人，关门了。没人了。对。那要等一下，自己一下。我开车过去啊。对啊，你要回家吗？你要回家？要回家？要回家？不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拍摄，拍摄，不用，啊，不用，谢谢。老板，啊，谢谢。同意，同意，要看到没同意的，我们全部看错了吗？可以啊，就我们三个可以吗？可是我们把那不知道前后还是要怎么可是应该不是当天，当天去的。哎，徐子林，你们家有没有柚子茶？没有，柚子茶。去问你妈一下，看有没有柚子茶。还是22才有空。哦。因为我一毕业就要出国，我要。要，我要带乐乐去事务所。好 ，OK。哎，你徐子林也带走吧。徐子林他没有，他要上安亲班了。不用啦，到我们家去上一堂啦。我们帮他请假了。啊，他会被骂。不会啦，那么久。对啊，你打一下跟爸爸讲一下啊，对不对？我到我们那边，你说要讨论一些毕业事情。对啊。我们会被骂，他也会被骂，就哦，真的哦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那我们走。好吧，好，拜拜。